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二个水源。你看，你看它们，哇，好像几天没有冲到水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其实真的是几天里面没有冲到水啊。好爽啊，好冰啊！这里方圆30公里是没有人的。300。真没有人。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？哦，这是一个谜。你叫我一定回家。先让我洗脚啊。他还在洗哦。他洗脚，我喝水哦。哦，上面有个屙尿。哦，最近没空到镜，有点情不自禁要冲凉了。哦，喝吧。不要加钱了，我重复一遍了。哎，前面不见了。你开这样东西是什么来的？你看到吗？你开这样东西是什么来的？文明的垃圾。好，开门了，你们来啊！哇，蝴蝶，蝴蝶跟着你耶！出走了，我看不到蝴蝶的。你看这里，真的是有个荒凉的地方。嗯，没有他们经过去。他们拎几个？这里真的是你只能够听到水的声音，虫的虫叫，什么鸣叫好不好啊？虫的鸣叫，虫叫，你真的是再也听不到城市的声音了。你听到吗？你听到吗？啊，老虎的咆哮！我的队友走了。飞机声音，嗡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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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嗡一嗡嗡一嗡，你听唔到声音？嘿，好大石头！哦，对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大自然撞地球啊！这地球啊，这是火星上面掉下来的陨石，这是一石头。啊，真的是大自然的力量。我们要拍照了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一歇。